那我后面这个比较理论性的是国外的脉络了哈。那近代环保运动的起源哈，其实，在工业革命之前或是工业革命初期哈，代表作的这个哈，梭罗《湖滨散记》，啊，他伊就是一个人走去住伫湖一个湖的边啊，啊一间破厝，然后观察自然，然后写下。那当时。就是他觉得人吼有问题的，人很讨厌的，所以他隐居了，所以他去躲在乡下。那当然，有些人在理论上就把它讲成说啊，人跟自然二元对立，人文跟自然二元对立。啊，这个在西方的脉络有讲说啊，这个两种文化啊 ，two culture 这些名讲啊，可是当时他不是这样子而已，他还讲到政治上是什么，公民不服从，抗税啊。伊不爱纳税，啊，真正不爱纳税，叫我抓伊关呢。伊干嘛好啊？抓伊关就不爱纳税呢。啊，其实照伊的标准来讲，真正应该咱这台湾的抗税较对嘞。我那税金嘛，我那有百两部。哦，你看我们常常讲的公民不服从，那就是他做的给我们的哈、哦。来，啊，那比较近的哈、哦，比较近期的，就1960年代，啊，台湾大概慢了20年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政治上大概也慢20年。啊，当时第一个就是 Rachel Carson 啊，极尽的春天啊，记得阿爸，他第一个指出 DDT 的危害。然后现在为什么叫极尽的春天？因为在咱台湾，甲无都刚修啦，因为咱台湾四季如春嘛吼。啊，伫温带国家吼，你寒天是凉凉，规个世界拢凉凉。啊，是春天的时阵哦，做倒了。伊就讲吼，如果 DDT 这样再继续用下去吼。以后春天的凉凉，无鸟啊无虫，啊无鸟无虫，人敢会话，袂叫做死啊咧。好、哦，啊当时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哈、哦，你想这些主流的科学界怎么讲他？嚣杂不？所以问题讲环保运动，其实含性别、含社会各种社会运动的这些价值，都是同一个价值，同一个价值。这个是性别歧视，主流对于这些挑战主流的，就是给他按下很多不理性的这种骂。哇、啊，这个是女生呐、啊，啊，女生做的科学研究比较不可信呐、啊，因为女生很歇斯底里。啊，可是后来印证是对的，那后来政府真的开始管制，可是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尤其那个化工业，那个 DDT 卖 DDT 我会理出好多嘞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想，现在 DDT 换成什么？核电，农业。换成核电，换成 PM2.5， 换成基因改造食物，换成美牛，换成电磁波。陈嘉华就是他啦。陈嘉华。哎呀，哎这样哦，你就可以去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处境，陈嘉华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好，那接下来。这一二十年就是整个环保运动起来的黄金期啊！那时候罗马俱乐部提出一个叫“成长的极限”。啊，当时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是一群疯子，怎么会成长会有极限？怎么会自然资源会用完？啊，其实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相信哦。啊，可是现在已经印证了，其实越来越多证据证明我们不能这样子使用地球。啊，来个几嘞？经济学家舒马特。正比赛，正比赛赛车哎哈，这几天的经济学家哈，我刚刚大家爱看的哈，是讲哈，伊讲一个物件，咱应该爱注意的是，伊讲一个叫佛教经济学啦，啊，值得看。啊，他说讲小即是美，小即是，可能今天无时间讲啊侪啦，好，这是起个头，好，盖亚。盖亚假说，好、哦，这地球啦吼，地球不太公平。盖亚假说吼，咱都讲共识讲，一开始讲地球自然跟人文是分开嘛吼，啊后来融合到后来，现在不只是融合，现在是讲说地球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，那既然是一个生命，它就有它的主权，有它的权利。我、哦、这做抽象的，这一般人较听有。
其实咱本来听话啦，是咱的教育互咱听无。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理性化的过程哈，一直在除魅。一提讲吼，过去吼，食糊啊唔对啦吼，当然食糊啊是可能一定上过迄落啦吼。但是讲真正上过迄落，我嘛是被洗脑、被教育、现代教育洗脑的，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怪怪的啦吼。就说这个资本主义一直在告诉大家说，自然没有那么可怕。人可以控制自然，自然是一个客体，我们人是主体，自然没有他自己的意识。如果猫狗没有意识，树木没有意识，啊，地球怎么会有意识？对吧？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去证明，哈，动物也会痛。可是100年前刚开始理性化工业革命的时候，那些哲学家说动物不会痛，所以动物没有那个不会思考，所以动物就是物。可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啊，动物会痛啊，好、哦，植物会不会痛？植物会不会痛？植物会不会动？会不会。啊，人家都怪人了。可是我们这个教育是告诉你不会哦，老师告诉你不会哦。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丢掉了什么啊？怎么把它找回来？地球母亲如果她有她自己的权利，好，今天你要盖水库，要不要跟地球母亲讲？你要砍树，要不要跟地球母亲讲？要征求地球母亲的同意。啊，怎么征求？宝贵，宝贵的是啊，宝贵的是啊。啊，伫规伫迄个南美洲吼，最近我刚另外一个地球的变化吼是中南美洲啦。嗯。现在都向左转了，这几年向左转啊，特别是玻利维亚的选出一个原住民的总统，关注民这总统呢。啊、他们玻利维亚就是立了一个法叫地球母亲法，地球母亲有其权利，你要做任何的开发必须取得地球母亲同意。那你要怎么办？原住民可以跟地球母亲沟通，所以他们国家就把那个西方世界来的那个石油公司收归国有，然后油就分给人民大家了。这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观念。啊，当然第一个做的是查韦兹嘛，哈，这几年呢、啊，当然更早的时候共产党的时代是更凶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来看，哎，那咱伫台湾啊，关注民进啊，不是讲甲保护起来咧，保护这两个就有问题啊。保护地球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啦，是保护人呐、啊。地球46亿年嘛，如果以24小时来看哈，从地球诞生到现在算24小时的话哈。人类出现的时候是晚上11点，就是20:30，好，11:59的不知道几秒没有背起来。人类在这个地球时间很短，啊，点一切恐龙对吧？就拍谁恐龙在地球上待过的时间比人类还要久。啊，如果人类再这样破坏地球哦，人会先灭亡。啊，但是地球它虽然受伤哦，现在又很。就有咱个堵骨那灯吼，听到，但是你人死了吼，地球会帮咱恢复它的生命。除了核废料以外，好，除了核废料以外，它会慢慢恢复它的生命。所以提醒，其实保护地球是保护人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是保护原住民呢、啊，原住民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原住民，我们就是在保护我们这个台湾的多样性。啊，所以讲到这来就是讲，提醒。伫环保运动甲本土的运动，其实是同一件代志。本土这个物件，土地这个物件，就是地球。好、哦，当然这片啦吼，反核吼、哦，不要再有下一个福岛。而且村上春树这款是作家嘞，在疫情中主流作家了。啊，311出来就会反省。啊，你就想哪些作家311之后还没有反省，那就是有问题啊嘛。那若不是有钱，就是有权啊。
是伊个灵魂托鬼杀去啊！我拢甲囡仔讲核电魔鬼啊！哦，这是足大个问题啦！啊，好，我讲一下台湾的，再讲一个，再拉回来台湾吼。其实当主要是讲真久以前的吼，啊，现在佮讲着最近的上大条的是反国光啊！哦，反国光这嘛大拢站出来，啊，你着看甚物作家无站出来，迄就是问题。啊，当然咱。家家己家嘛是，对，嘛是拢有对的啦。家己拢对，好，是就是。啊，家己到有啥物作家无听出来？好，来找一下。听出来拢是作家。啊，这当然叫黄国昌写啦。啊，左上角吼，那是一个儿童绘本。好，儿童绘本，所以这嘛是文学啦吼。来，给囡仔吼，以下明信片吼，马英九嘛是一个文学嘞。接下来这个他的文学理论啊，行动就是一种演说啦，行动就是一种论述啦。好，啊，干小姐廖本泉哈，右下角对不对？北桃花嘿，哎，伊嘛是陈玉峰的学生，哦，我真正够厉害，拢正经，哎，这声音好啊，预言报，这声音好啊，好，自由科报、中国科报、联科报哈，啊，东南各节。苹果科报了哈，这是真的报纸啊，假的报纸，假的啦吼，假的都是真的，但是真的是假的。我问大家啦吼，咱学校的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你写还不错。中国时报的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自由时报的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若看到本报记者，哦，本报，那就是小说了哈。啊，其实，咱就看人讲，哎，看下呢，假的物件才是真的，这都假的嘛哈。但是伊内底写来就是真的，啊，你看起来是真的物件，其实是假的。啊，这哪能绕口令来哈？啊，其实这。这互当作是假的物件吼，是咱真正想要挃的，啊又咱挃袂着，咱要怎挃袂着？啊，这个物件吼，叫做文化干扰，啊，这是它的苹果嘛吼，专有名词啦吼，文化干扰，因为在国外拢已经做过啊，咱台湾厉害的吼就是，这个理论吼，咱甲抄过来用就好啊。之前吼，就是有一群人吼，美国有一群人啊吼，印这个《华尔街日报》，啊，伫纽约去本啊，头版像啥？美国从伊拉克撤军，你很鬼，已办，白宫宣布全面实施全民健保。哦，啊，这个报纸伫纽约地铁站，你本来是大家看的，你笑啊 ？It's real。真正假，我若假就知，那真的是盖好的啊。啊，有人替还假的啦，够有可能。所以，相同的状况嘛，咱真来报纸其实拢写假的物件，拢是咱无爱挃的物件。但是，咱真正要挃的是啥？你的梦想、妄动作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个是真的。所以，村上春树伊连番性嘛，伊讲这是非现实的梦想家。过去咱在你讲番一个人，好像讲这是非现实的。啊，各位啊，刚才阿公，非现实的梦想，它才是现实的。啊，那些说核电没有核电会缺电的，才是不现实的。我们才是现实的。啊，到底我们是活在真的世界还是假的世界？啊，这文涛在讨论的议题啊呢？啊，文涛在写小说，小说是真还是假？小花，你甲囡仔讲故事吼，啊，囡仔问讲，哎呀，这个是真的故事还是假的故事？啊，我让他从海下开水。啊，其实文他就是安尼啊，啊，这个是这个是不是文学？这个是文学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请问，美国是不是准备从伊拉克撤军了？美国是不是要实施全民健保了？所以这些运动啊，咱今仔。你讲的物件可能无法度变作真的，但是未来一定会变作真的啦。
啊，若未来无变做真诶，咱嘛只好大家做伙死啊！哈哈哈！好啊，我今仔日迄个时间聊了无介好，后壁只吼用跳较紧啦吼。哎，蛮精彩吼，这是非洲，你看湖泊越来越小，那边缺水缺得很严重吼。哎、欸、啊，非洲这个是气候变迁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好，那请问非洲人排放多少 CO2？ 排放多少温室气体？不这啦吼，中一嘞，2.5%。而且发现这个世界地图盖还无啥小港呢，这个是按照 CO2 排放的比例画的世界地图。北方国家如果好，你看右上角财富，钱啦吼，钱的分配，哎、欸、嘛是北方国家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！哎、欸，即个北方的国家吼、哦，烧多侪油，啊，甲地球用甲较烧，啊，赚遐侪钱。啊，这个受到伤害是非洲只个啦，啊，伊无做代志咧，啊，煞受到伤害咧，这个是环境正义。好，请问台湾是北方国家、南方国家？我这大灾问啊！台湾是不是国家？台湾不是国家。法律上不是国家，台湾是受害者呢。哦，台北我也不见了。啊，我两个中介告诉我，对，北平讲了来，讲笑话啦吼。台北有啦吼，桃竹苗啦。啊，台中吼，就算没有县市合并，台中港也就台中市也就变成台中港了嘛，港市合一样啊。哈哈哈哈哈。讲实话，被气的我气啦，我就把心气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啊来了啊，哎，家己。家己边啊有一个水上机场哦，真正是水上。啊好佳哉吼，你看中南岛遐有一个水里，哦好佳哉水里无沉落，水里无得害啊。啊来下骹吼，你看台南哦，有客来有县市合并，所以我台南市也搁伫个。哦啊来的哦，高雄一挂岛，啊来南平吼，恒春遐海角七号变海底七号。啊来你佮细一点看，台湾主要的城市大部分拢去淹去啊。这不是台湾的特色而已，这全世界都这样、哦、全世界一些人类文明都是在海边啦，在河边啦，因为要拿水嘛，要运输嘛，所以这气候地球发生、哦、其实是对大家整个人类的文明很大的影响、哦、啊来台湾的状况、哦、台湾 CO2 是全世界一趴，啊你看台湾那么小，啊非洲那么大，咱占非洲的四成，有严重无？很严重的啊，啊啦！以每件平均来讲，咱是全世界平均的三倍。哦，啊，搁上恐怖的是咱的成长率世界第一。你看这，一直走啦。哦，这搁讲了就回头等啊，连讲有机会搁讲啦吼。来，这是啥？正边有树啊，倒边无树啊，这条线是啥？这条线是国界啦，不是啊。所以这不是环境的问题，这是社会问题，这是政治的问题。就讲你的人民安那有法度管制你的国家，你的国家是敢有法度去管制这个土地？啊，台湾要做对照，这边就是海地，正边就是多米尼加。所以海地这个国家，伊这个国家无法度控制伊的土地，无法度管理伊的土地，所以若地动来的时阵，人民足惨的。啊，台湾要做对面，请问台湾真的是对一边？安尼问较紧啦。请问亲近农场是对一边啦？安尼问较紧啦。好，安尼安怎？好，啊，其实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开始在变啦，开始在变啦。啊，今仔无时间修理陈文茜啦，迄阵刚刚讲。好，啊，我其实本底是要写现实。实现的梦想，只要要实现梦想，这个突然间国民党出现 BN 台湾，这文宣拢停着，我给你们一杯水啊，一杯水啊，好来个，啊，大汉爱保护地球啊。